你还在自学吉他吗？自学吉他有点难，会走很多弯路，浪费很多的时间在试错上。那今天刚好你刷到了我，我就是一个吉他老师，也教会了很多人弹吉他。就在视频下方，这里有一套我结合多年实体店教学经验，精心录制而成的一套从零开始学吉他的视频课。整套课程一共有50节，其中包含了从零教你吉他怎么调音，吉他谱怎么认谱，左右手基本功怎么练习，导来米发扫拉西的位置，左手怎么按，右手怎么弹，以及很多歌曲的示范，还有进阶的乐理，右手各种节奏技巧，以及指弹独奏的详细教学，能让您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轻松的学会弹吉他。而且我的讲课方式就跟两个老朋友聊天一样，很多朋友看了之后都觉得通俗易懂。只要你想学吉他，按照我这个课程里的要求去练习，很轻松就可以学会了。现在这套课程正在做活动，整套课程50节打包在一起只需要2.9，而且视频课是永久有效的，不会过期，拍了就可以直接观看。观看课程的方法在我主页置顶的第3个作品里有详细的讲解，视频课无需发货，拍了就可以直接观看，而且前2节课是免费试看的哟。你可以先点进去试看一下再做决定。如果你还没有吉他的话，在咱们这儿随便选上一把，整套课程就是随琴一块赠送的。加油吧，真的不难。